部原始点。位置如图中红线所示，分水平、垂直两段。水平段即头部原始点中的枕骨下沿原始点，垂直段则位于颈椎两侧，起于枕骨下沿发际内的大脖筋，顺筋下行止于颈肩结合处。涵盖范围：颈部、肩膀至锁骨，如图中黄色区域所示。颈部原始点操作方法，要做对侧的时候，一样建议跟头部操作一样，用弓箭步。工具也是一样，用手肘，掌心向上，各保持90度。然后第一个点就在枕骨下沿与大脖筋。好，这就是第一点，按进去顶住之后，然后开始来回推。按推，按推，按推，好，我们再来介绍同侧颈部原始点。如果是同侧的话，患者面向你的时候，操作者采用弓箭步，重心要低。好，工具一样，用手肘，掌心向上，保持各90度。第一点，按之后，然后开始推。第二点，按推。第三点，按推。第四点，按推。好，以上是颈部原始点的按推方法。至于舒缓方法，一样用掌根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稍微蹲下来，颈部原始点的按推注意事项，除了头部不要操作者旋转以外，尽量以患者自我旋转，还有按推的位置一定是沿着骨旁，第一个不能碰骨头，第二个也不能离开骨旁太远，这些操作都要小心。